现在你就是，把一个杯子，然后把放在那个杯子里，大概，半个手指头的水，不是，就是放些水，不是那个，不要，大概比那个一半还小一点点，然后就喝了，不是，然后就放进那个要煮，不，白米的。电锅里，然后就，然后呢，拿那些刚刚那个，拿以前在洗的白米，然后放进那个电锅里，然后把那个 就plug in 那个。wire，然后那个，对，那个，然后打开这个，然后就放一个盖子在上面就好了。然后大概等，I don't know what you're talking about. You need to turn it on, Eo. Yes, it is on. No, it's not. That's what I'm saying.